来两份，一份白菜，一份冬瓜。十块钱是吧？哎，十块。再来个两个花卷，这早餐吃一下啊，在这吃。今天不喝酒了，今天吃馒头，吃那个花卷。这萝卜豆腐多少钱一份？也是五块啊？哎，也是五块。都是五块哈。给我称两碗了吗呢？一份冬瓜，一份白菜。这熬出来的啊，这好吃。今天闻味儿，哎呦，你这个酒啥酒啊？温和，多度的，四十多度的。38，度数太低了，一人可以喝一瓶，三个人。你们这山东大集上的啊，这早餐啊，今天不喝了，很早啊，现在太阳没出来啊。两个花卷，两碗菜，12块钱不到吧？12块吧，就算。这5块钱一碗白菜熬肉炖肉，冬瓜炖肉也是5块，很大碗啊。两个花卷，今天早上很早，直接吃了，饿了啊。包上还四个菜了还？嗯，四个菜。嗯一个凉拌的，两个三个炒的。嗯，很实惠啊，都是5块钱一份，这个凉拌的免费的。那不喝高度酒啊，只喝这三十几度的。42。行，喝太高了烧喉咙。哇，这个冬瓜炖的是味道真不孬，是吧？好吃啊，好久没吃冬瓜了。冬瓜好不孬吧？5块钱一碗碗菜。还有肉嘞，这肉还不少嘞啊，兄弟们啊。这冬瓜会被我吃完了，这瘦肉挑一挑吧。肉不少，刚才烧好几块了。这个烟，你都是抽这小苏了，还可以。这个烟是经常抽啊？一般。不喝这个烟很好了，老姐。二十多了不赖了。你还去过泰山，还你是经常哪里都去啊？啊，退休。那退休金多少啊，大爷？你退休金多少？我们不退休嘛，我们这。菜贩子，做菜贩子。我们小青菜贩子。你这啊，倒卖蔬菜啊？哎，你上哪个地方去看这个卖蔬菜？哦，那你可以干多少年了？这个干这菜？干多少年？今年40年左右。今年70了？没有吧？他80啊。啊。我70。哇，你80还能上了？哎呀。他80啊。80还能，你看，挺好，精神很好。他开着车。还开着车还。哪厉害？超干净。哦，我70。你70，你60多，你60多。哎，那三个人6、7、8，六七八。我以他为榜样。以他为榜样，以这个大爷为榜样。哎，对。他80了，早。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四川。啊，知道了，有这回事啊？这大爷有相好的啊？相吧。80多岁了，还卖菜。相好的。还开着车。干啥？兄弟们，这个冬瓜被我全部干完，两个花卷被我全部干完啊，就是白菜剩了点啊，吃不下了实在啊，都好吃啊。这个大锅炖菜啊，5块钱一份。我吃了。不是年龄大小。对他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大爷潇洒吧？潇洒啊！80了以后很潇洒。80很潇洒。还想找个小屋嘞。哦。80了还想找个小屋？小三早有了。小三早有了，这个去年都说了都有了。哎，他早有了。嗯。说的今年以后我们喝喜酒得找小屋。哎，找小屋了。哎，他就是不干。80多岁了。我啥？先为夫妻也干了。对，可以，不是80多岁了，这个大爷80多岁了还开车贩菜，真不简单。他很有头脑，很有头脑，还头脑很好。80了，他头脑赶上小青年头脑。是啊。他反应问题很快。嗯。但是呢，有点力不从心。不是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有一个问题，大爷，你那几个，到时候你怎么他们会不吵架吗？他不吵架，那几个。
回来也喝太不让他们几个尽量少见面，对吧？嗯，你这个人说话，哎，四两拨千斤，四两拨千斤，四两拨千斤，反正大爷有招，那当然，有手段，哎，有招，有银子，有手段，有手段，有办法，有办法，有点子，哎，有办法，有点子，对，叫四，这个点子得叫四两拨千斤，对，四两拨千斤，小吴打破俺都觉可惜，马上找小吴了啊。还等小三儿打破了？不，那小五了，是小五了，到了你还得小三还小三儿？你这个思想还得六零？哦，啊，五零年的人。对。他是。你这思想。五零年的人。开放还是小三儿？五零年的人。这个小五了。你这个。三零年的有点过，他不带够，不带够标准。对。他是五零年的吧？四儿啊，花卷一个，一块一个，嗯，这么大个花卷，你看你这个老板娘。你这个炖那个冬瓜，熬的冬瓜真好吃，我都吃完了全部。哇，那两盆都没有买完了，啊，那两盆菜买完了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一会儿买完了啊，刚才还满满的，兄弟们啊，这两盆菜卖完了啊，冬瓜快没了，白菜还有一点点。收那个桶里哈，这还有这种肉啊，这也好吃，全是瘦肉啊。收多少斤啊？六个馒头用完还，现炸的丸子。